严格要求。哪个进？大哥，我最近在意，按个报告，不能结婚。一定要办酒车，上午八点钟以上，快等于现场，团时间哦，没有业界人机会。严格，会议内面有条秘密通道，条秘密通道才袂讲的。本夜比对报告已经出来了，你根本就是叶志成，你到底是谁？谁说要叫做我的小弟？又见，你来到婚礼现场，淘气。一定要挂掉，明仔再进去。检出这个叶志成的 DNA， 快点回信。这要想办法把报告提到，卖回叶少芳，当贴破你的身份，安尼唔就好。搞好我处理就好啊。今仔日先多谢大家来祝福，温顺进行，甲青青的订婚，以后叶子文都是锁匙啊，业界金库都只有你才会当发挥啊。先莫别乱来，我挂着禁锢，咱做我一代志。你利用掠钱破病来做借口。你想要跟伊继续交往，对无？妈，吴雅婷的生活，这是我要过生活。我的老爹在山顶，跟伊做伙。你若真正打算后半世人要困在这，安尼我嘛无法度接受。你要下班啦？嗯，谢谢你哦。拜拜。喂，头家你话，就安怎无啦？我看我上去便宜较保险啦。我这身体都是安怎啦？金库到手，哪个进？大哥，我最近在意，按个报告，不能结婚。一定要办酒车，上午八点钟以上，快等于现场，团时间哦，没有业界人机会。因为会议内面有条秘密通道，条秘密通道才袂讲的。本夜比对报告已经出来了，你根本就是叶志成，你到底是谁？谁说要叫做我的小弟？又见，你来到婚礼现场，淘气。